王军法号誓言军，在武术人才云集的少林武僧中是最为著名的武僧之一。2000年至今，誓言军及师兄弟们为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刘云山、万国权、吴仪、李长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俄罗斯总统普京等表演少林功夫并合影留念，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2000年至今，曾多次参加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大型武术表演。近几年来，誓言军作为嵩山少林寺武术馆的主力表演队员，和他的队友们应邀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英国、美国等地进行武术教学和表演。他们每到一处都会引起当地人民的特别关注，为传播中国少林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誓言军用他独特的舞台风格和少林功夫向大家展示了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并多次参加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大型文艺晚会。1999年参加在山东省枣庄市大型电视连续剧《民国大劫案》的拍摄。2000年参加在北京故宫前举办的四国音乐家晚会。2001年参加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世纪峰文艺晚会。
2001年参加中央四套欢聚一堂文艺晚会，并参加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办的申奥成功文艺晚会。2002年在日本东京参加中日邦交30周年文艺晚会。2004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法友好交流文艺晚会。在大型武术表演《少林魂》中担任少林童武功绝技及武僧的表演，前往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释延君作为一名身怀绝技、武功精湛、舞台风格极佳的少林武僧，还曾多次随河南省领导人及河南省旅游局参加各种公益宣传演出活动。少林武僧释延君愿真诚结交天下所有功夫爱。